黄沙，赤血朝阳。雪域仙草，天地萌芽。玲珑之心，鬼神之力。我舞黄沙，赤血朝阳。血恶之徒，幽冥之眼。玲珑之心，鬼神之力。如海之深，如月之恒。云外天山，青史魂梦。云外天山，青史魂梦。如海之深，如月之恒。雪域仙草，天地萌芽。血恶之徒，幽冥之眼。玲珑之心，鬼神之力。我舞黄沙，赤血朝阳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什么嘛，原来就是一条小鱼而已。什么千里之翼，垂天之啊！再次踏上，噼里噼里！你们要做什么？选择攻击目标，看你这么紧张的样子。竟然能这么轻易。主人，你终于回。点击自动按钮。既然你们能解开封印，也就是与这仙壶有缘，我便把这仙壶赠与你们，倒也无妨。只不过你们不请自来，不告自取，完全不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怎么会掉到了这里？小灵兽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好不好？看来第一章，这是那位仙人桃花新娘。老人家，我们想在村子里借宿休息一晚。点击领取灵魂坐骑，点击这里。
位就在这里安心住下。疯狂的野兽。叶子，早点回家来。小妹妹，你叫小叶子是不是？村长，我们听说最近村里发生……鸿蒙仙湖开始发光了，难道……你们看，无字天书亮起来了！滚！乖乖，乖乖乖！这是什么气味？多谢几位，我好多了。原来这几天村里的怪事。贫道狼牙子。刚才看几位手中的仙。一片赤诚。方才见到几位本领如此高强，桃花的出嫁之日就在明天。桃花姐姐，听说你要嫁给何？我与何伯大人相识于一个明媚的日子。啊，姑娘，别害怕。实不相瞒，我是落水河伯。听到这句话以后的我，点击这里查看七日登录活动，点击领取。哪里有什么河伯的踪影啊？这祭品原来是烤鱼啊。好香。点击这里，点击技能，升级技能，点击一键升级，点击关闭。好香，好好吃。这河伯竟然是个女的。成了。点击锻造，强化装备，点击一键强化，点击关闭。喂喂，你说什么拜火教啊？紫薇天阙，火凤燎原，我是西华，有本事。我上次就是在这里碰到那个。与你遥惜九河。桃花姑娘，几日不见，你出落得更加美丽了。
姑娘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。可怜我只是个小小的河神。点击锻造，镶嵌宝石。道长，这样真的可以修？道长，你可是答应我？我不信，河伯大人绝不会骗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桃花的。清淮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早知道他是妖物。桃花，坚持住，请放心。何伯，你这家伙。何伯大人，我终于又见到您了，这一路真的好辛苦呢。让我最后再为大人跳一支舞吧。是谁杀了我的桃花？你们听，村子里有动静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你们是不是疯了？竟敢冒天下！谢谢你们。人畏惧妖的力量，看在你们帮我救下了桃花的族人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原本。我们借用血玉的力量，却发。河伯大人，如若有天我会离开，等桃花再开的时候。你是说桃花还有救？是真的吗？这是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只是在
也帮你们打完了。你看，这人间真是繁华，难怪如此让人留恋。走得这么快，接下来干？古云梦第二章，巫山龙现。姑娘，你误会了。谁让你帮忙了？实不相瞒，还真是一位性子激烈的姑娘呢。你是说你要和我们一起走？北府宾主，侠行天下。我是北府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官？这位君爷，我们是过路的。点击这里查看，点击领取，使用卷轴招募伙伴。这里也有官兵封路，难不成只能硬闯？嘿，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乃是北府君阴阳。没想到这些人怎么样，我赢了。冷玉如刀，女中英豪，我是秦玉，父亲。走了这么久，也该歇一会儿了吧。死！可恶的妖怪，吃我一拳！死！救我！哼！你们是谁？拜火教行事。
为什么连拜火教也豢养了这么多异兽？姑娘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等等，那些家伙刚刚说什么？喂，我的朋友一定也被这些家伙，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不知献祭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大人派来把这……我不走，我不走！该死的，竟敢伪装骗！点击福利按钮。极光，我说你呀，你说你的妹妹叫西皇，不错，我们为躲避败火，刚刚真的是好险。你怎么样，又看到什么了吗？只是一些。轩辕大哥，刚刚真是多亏了你。方才多谢英雄相救，为后会有期。又是姑娘，后会有期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害得我又被那些大口鱼。是你们啊。好了，该到你们说实话的时候。点击这里召唤灵兽。魅火是我们九尾一族与生俱来的本领，我和皇儿都是星玄宫的女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大不了还……没想到几个拜火教的小喽啰就骗得他们乖乖听话。不过啊，他们也……走的路终于到了。